目前草屯镇的鸟嘴潭人工湖接近完工，因此在本日定期会总执行议程中，先拟简讯艇就针对周边道路的问题在会中提出建言，希望县府能够向中央反映临近道路的状况。鸟嘴潭这个蓄水池的完工了，因为这个工程的完工以后造成周边很多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的工程出日过于频繁已经造成周边的这些环境都包括马路都崩塌随便修一修就敷衍一下故事就让它这个过去了。水之急，经济部是不是有替我们的乡亲考虑？中潭公路设有测速照相装置，地方居民反映许多问题，对此在本日定期会中，先院廖子佑就针对此议题提出建言，并希望县警局能够与相关单位多加沟通。在我们的中潭公路这条路路桥上它有设置一个双向的一个测速照相行驶的出入的大部分是都在地的这些居民啦他们有在反映啦请问一下那个我们的那个局长是不是就这个部分啦你是不是可以说明一下？抢钱也不是抢成这个样子啊是啊，所以我们是希望说局长这边民众在反映，我们是不是跟公路局那边做一下沟通反映，是不是做一下调整啊？在本日定期会中，议员们针对许多议题都分别提出建议，希望县府相关单位多加重视并急速改善，才能够有效促进县内的发展。记者邱平义南投县议会采访报道。